第三位要登场的就是在季冠军赛时被淘汰，网络票选第五名，代表华范大学的王小林同学。如果你今天不要选这么困难度这么高的歌，你会过关。从一开头的喔到后面的喔喔喔，这个转音是你最不擅长的，但是这首歌特别多。由于当时王小林同学选择的歌曲难度过高，所以惨遭淘汰。而这一次他选择张惠妹的《你好不好》参赛，会比较容易驾驭吗？这首歌能够充分的发挥代表华范大学王小林同学的实力吗？欢迎王小林。